第三轮肯定是最后一轮。第一个提示，请看五秒。国际时装周，想到了什么？第二题是小型龙，圣诞面包特产。太难了。啊？特产？是不是两个字啊？嗯。好。高音轩说话。答案是？答案是米兰。米兰答对没有？答对了，居然不是吗？我还以为是法棍。对，刚才是他法棍。啊，法棍，法棍。高一轩，请就位。高一轩同学，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毕业，今天特别没有来宣传任何事情，陪着大家来上节目。但是也争取到了最后一个能够出现的机会，嗯，让今天我们女生全部，对，没错，全部的女生，不是穿红色，所以应该穿红色。你有三分钟的答题时间 ，OK， 请公布他的第二套题目，来，请看。第一题，沙翁流行语，因为戏剧学系当然参与很多，所以当然也要研究沙翁的名句。健身听音乐，你常常重训健身，而且听说有教练的执照，是身材非常好。明明怎么说，这是新电影，你也有拍了。有。细菌要注意，这是你40岁送给自己的礼物，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。器官捐赠同意书，令人动容。不能是激素，曾经有激素恐惧症。省钱这样吃，因为疫情的收入，所以呢，影响了收入。变得高，收入受到影响。是乱码看星座，喜欢乱码1/2，也关注星座，这两个怎么放在一块？老板知道吗？《王牌辩护人》里面演的是一个总经理。嗯哼，从哪边开始？那我第一题选的是乱码看星座。为什么喜欢乱码1/2这个动漫呢？就从小的时候就有点想要能够变男变女变，你做得到了，你做到了，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，你蛮中性的，还可以，我连乱码的开头的片头介绍词都会背，他怎么说的？我差别是格斗少特没流乱码，天道道教の阿克内将、二人親として決めた因那つけ、そして乱码国は悩んの種、蜜をかぶるどんな国に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。哇，好强哦！好宅哦，好无聊。好宅的，好不好？超宅的，好不好？很棒，很棒，很厉害。如果你对乱码这么熟悉的话，可能难不倒你。来，请。请问在乱码1/2当中，哪一个角色跟高音轩同样都是射手座 ？A. 山浦 ，B. 天道歉 ，C. 早乙女乱码。好，因为这个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这一题我的答案就是 A 山浦，所以锁定。第二轮，他只花18秒，棒，看到没？他时间也不多了，真的。对了，你的3分钟会比较紧张一点。啊，紧张紧张很紧张。那里面有叫天道歉的。对，天道歉就是刚刚讲天道道场的阿倩。天道哦，天道空一格歉，对吧？这样合理多了嘛。对，要不然他姓天天还得了吗？天天道歉谁受得了？姓整也不行啊。整天道歉。三浦这个人是干嘛的？三浦她是一个中国的女子，然后她的英文名字就叫 Shampoo。哦，洗发精。对，所以叫 Shampoo。她就是很爱男乱码，所以他从头到尾都一直追着他，从中国一直追到了有男乱码跟女乱码。对，他只要浇了热水就会变男生，浇了冷水他就变女生。哇，太嗨，太嗨！请问他如果是温水的话，就可以满足自己了，一半一半。哇！我先不讲话，我先不讲话。哇，真的是炎亚纶，真的什么都知道。他什么都知道啊！真的什么都知道。三浦答对没有？请揭晓。为
什么？我想，我们要是随便别让你说，我们要随便别让你表演这个的话，你出来的声音很短哎。真的，我也觉得还好有奖，还好有奖。我笑死。你出来的篇幅太短了，信誓旦旦的，我不浪费大家时间。没有，这个答案有三笔，这个流眼泪，这个相当符合我的原则嘛，我演配角演这么多年。你万马到底熟不熟？这个熟啊，如数家珍。你怎么猜的呢？他这个射手座，我从来没研究过他们星座吗？而且他刚答的非常有信心，我想到这一题应该就 OK。我还以为搞了个送分题给他的，哇嘞嘞。所以啊，很有可能会最后答案是天道歉，因为他比较是像男人婆一点。别乱猜了，你们瞎猜。正确答案是曹颖女乱马。猜中，好，我们要告诉大家，这个乱马呢，它是11月25号生日的射手座 B 型。那么呢，他的女朋友小倩还有山普呢，都是双子座。好了，我就处罚后面三只母猪了，来进行终极惩罚。很好，今天三男三女站一回，我们男生全面胜出，非常精彩啊，非常好。压轴打他，先打他比较刺激。哎，不可怕吧？拉到我的指尖，自己拉是吧？你都打过一次了，性感的脸。再远一点。他最常放。这头发娇媚个屁！千娇百媚是吧？是蛮快乐的，是啊，这时候他是在讨打，我拉好了，好吧，要放在耳朵上，好，再来，再来一点，他一定有移过台湾，他耳朵已经快断掉了，小心，还好吧，哈，还好呀，来自己拉，好，等一下我帮你固定，好，拉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点，再来，放，这眼罩了啦，这个蛮响的，好了，注意了。安逸绝对是为黄海颖进步的最大的敌人，所以走出舒适圈，让自己呢保持的备战状态，天天呢训练自己的解题的能力啊，我相信也可以让你瞬间的有效的应对你的人生。别忘了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准时收看《全民新攻略》，拜拜，谢谢。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。